你啊，来个比我识有一个多话好得意嘅，一个伊拉克嘅难民嘅细路女，可能啊唔见咗佢自己嘅父母，所以佢咧就用一粒笔画咗一个好大嘅妈妈嗰度啦，系用粉笔画噶啦，跟住佢啊妈妈中间嗰度咧。在那個圍河那裡呢，在那裡睡覺的。那麼這個布畫呢，就是使全世界的人感動的。即是這個 BB 很需要媽媽的愛，特別都是面對西媽媽的那種的照顧。那麼我們要用這個就是布畫描述天主成三的对我们的就影响。今天我们的集中是第一篇圣经，这个智慧天主的智慧呢，是都是你天父未创造世界之前已经在这里。當然這個智慧代表天主的精神啊，誠實能量。咁所以咧就話，我哋係歷史上、宇宙上有呢個大嘅就係範圍，呢個天主嘅愛係滿曬呢個全世界、全宇宙嘅。咁如果我哋就明白，就係點樣天父愛聖子，同埋呢種愛叫做聖神咧，都係攬攬攬就唔能夠完全明白嘅。有多歷史上嘅書就係想描述咩叫做天主聖神。咁有啲人會用嗰、那個三面草去代表呢個天主聖心，我講呢啲即係方法。其實咧就係、是、耶穌講好清楚啊，我有好多嘢未話俾你聽，因為你哋唔能夠明白嘅。咁但係咧，你哋逐步逐步咧會明白嗰啲。其實我哋唔需要完全知道咩叫做天主聖心，只不過要聽聖經所話俾我哋知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天主聖心同我哋嘅生活有乜嘢影響。譬如我哋可以諗到咧，宇宙咧係幾大咧？最聰明嘅科學家都唔能夠話俾我哋聽。啊！啲星星。星星之後仲有星星，係幾大嘅，冇人知嘅。我哋會唔會知咧？就係、是、或者將來知嘅。咁但係咧，就是、我哋要知道啊，呢個天主聖三咧，最緊要乜嘢咧？係一個愛嘅天主咧，就係、是、係基本上話愛嘅，所以就天父一定要愛一個對象，就係佢嘅獨生子啦。呢種愛叫做聖神啊。但係愛咧唔係一種嘅就已經定立嘅，我愛你，你愛我係咁多啦。唔係啊，呢種愛係不定地發展，好似宇宙咁大嘅，我哋唔知道呢種愛嘅極端至到乜嘢就係程度嘅。咁所以咧就話頭先第一個聖秘，我哋聽出到就係話天主將所有嘅世界上嘅嘢俾人領導嘅，人成為呢個世界呢、這個宇宙嘅最主要嘅就係人物嘅。所以咧就係、是。人一直都要使到宇宙成為全部的人生。
思，跟住動物，跟住甚至植物，甚至全世界嘅嘢咧，啊成為統一嘅彼此相愛。喺呢個過程中咧，就係乜嘢嘢、乜嘢人咧、乜嘢動物咧，都係包括曬啦。因為天父必定地愛佢嘅獨生子。呢種愛咧，呢個聖神咧，不斷地使到我哋人咧，都係我哋自己嘅生活要經驗呢種愛，要生活呢種愛啦。所以我哋咧要愛我哋所識嘅人，甚至要愛動物，要有植物。所以點解咧？而家咁多人講啲環境保護等等呢啲嘢，宇宙係一個不斷地愛佛前緊嘅嘅情況，同埋因為宇宙咧就係由呢個天主聖山入邊嘅組織，所以就係天父係不斷地愛佢嘅獨生子，聖神不斷地使到我哋咧愛我哋所有接觸嘅人，同埋要知道一件事，呢、这個愛嘅過程咧。唔單止係舊約入邊啊，係全世界、全人類、全宇宙咧，最多係佛前緊。有時咧，我哋基督徒咧，甚至去學其他唔係信天主嘅人，或者信其他宗教嘅人，就係都係佢哋點樣彼此相愛。如果佢哋真真正正地彼此相愛咧，天主聖山係佢嘅宗教。我哋要破壞佢哋，所以咧就係、我叫感謝天主咧，因為香港咧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嘅地方，因為香港真係宇宙都喺度嘅，全人類嘅兄弟姊妹喺邊度嘅，我哋真係可以咧就係見到嗰啲嫲嫲啦，嗰啲係大陸人啦，嗰啲係咩地方嘅人咧，係。就係我哋嘅兄弟姊妹，係我哋嘅愛嘅對象，因為天主愛佢嘅獨生子，跟住聖神要使到我哋今日將佢嘅愛發展緊喺呢個宇宙上，咁將來嘅天國咧，我哋都會明白。